宙中的传说怪兽，它能够依附在行星上，将整颗行星吞噬殆尽。有传言说，海欧马普星的科学家将很多搭载在某种所以说，魅力化其实是它是智能机器人，是停止怪兽生命活动的装置。智能机器人能够连接乌拉的核心，在连接状态下，智能机器人将关闭自己的生命系统。我绝对不能让它和怪兽一起死。太假奥特曼！是。我一定会把美丽花给救出来的，等着我。赶紧给我滚出我们的地球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走开！走开！我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要怎么做呢？为什么没能阻止怪兽的行动啊？他不是去停止怪兽的生命系统了吗？美丽花，幽星，你怎么了？幽星，我没事。可是，美丽花的，请各位市民立即前去避难。美丽花。已经没时间了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我现在在乌拉的内部。到这里后，我接触了乌拉的内心，才发现，他只是肚子饿了而已，并没有任何恶意。他自诞生以来，一直深受饥饿折磨，所以才在广袤的宇宙中彷徨，希望寻求别人的帮助。可是。他的饥饿永无止境，在不断吞噬各个行星文明的能量之后，也吸收了憎恨和厌恶的负面情绪，最后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伙伴们，我想要帮助他，拯救他，所以拜托大家了，助我一臂之力吧。只要让他不再感到饥饿，让他的内心得到满足，那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会一直陪着他。他是让我们一起终结这一切吗？我能和他相遇，也许本身就是个奇迹。因为只有我，才能进入他的内心，理解他的想法。所以，我无论如何都要帮他。各位。
我想帮助美丽花实现她的愿望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她是个智能机器人，却奇迹般的有了人类的情感，还一路漂泊到了这个地球上。也许这一切就是为了拯救乌拉的内心。可是那样做的话，美丽花就会优先接受美丽花的觉悟吧，就像我当初接受你的觉悟一样。你们来看这个，不管乌拉怎么吃都无法感到满足，是因为在他的体内有个疑似黑洞的东西吸收了他吃下去的所有能量。我们得处理掉这个黑洞。你说什么？处理这个黑洞？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你们好啊。你们两个我们一起合作下怎么样啊？没错啊。你们这吹的是什么风啊？这次是特例，我们是看在那位小姐的决心才来的。而且那位小哥也拜托了我们。啊，谢谢你们两位。这是辅助导弹，这颗导弹十分危险，在爆炸的同时能够产生类似白洞的东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们的计划是让黑洞和白洞相撞并且中和，继而使它们失去本身的作用。重点来了，白洞的持续时间很短，也就是说机会只有一次。那怎么才能把怪兽从地底引出来呢？用诱饵引诱它出来，用玛格玛光波一定可以引它上钩的，就是不知道能量够不够撑得住啊。交给我吧，我去请求世界各国给予支援。引它出来，发射辅助导弹，然后让黑洞暂时失去作用。没错，最后就是想办法填饱怪兽的肚子了。光靠玛格玛光波肯定是不行了，还有泰迦呢。没错，用泰迦的光线能量。可是我们要怎么告诉奥特战士这个作战计划？简单。什么？那就拜托你了，妖星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这个装傻水平是我见过最差的了。该说你是淳朴呢还是憨厚呢？真是老实巴交的。你们早就知道了吗？一直知道啊。这是什么时候啊？游戏是去实现美丽花的愿望吧，拜托你了。是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那个你们刚刚好像若无其事的说出了一件惊人的事儿啊。是吧？そこの貴様、我が注目の情報を特別に教えてやろう。That's enough excitement! Ultra Galaxy Fight, the absolute conspiracy! Something is happening in this galaxy! So this is the power of darkness. I deny both light and the bond to stand up for justice and overcome challenges. That's Ultraman! So you're Tartarus? Come to witness history. Now on YouTube. Access granted.必ずチェックするのだぞ。机会只有一次。喂喂，你很紧张吗？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平常心，现在只要相信自己能做到就行了。连上了。我是阿玉，发射准备完毕，随时可以行动。好的。本次作战名为伙伴稳住上吧。支援来了。玛格玛光波发射。
上钩了，乌拉正在往地面上升。辅助导弹准备完毕。辅助导弹只有一发，可千万别射偏了。梅丽花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实现你的愿望。发射！冲啊！成功让黑洞失去作用了。好啊，太好了。再快点，快没有时间了。就看你的了，用心上吧，太佳。啊，伙伴，上吧。太佳，你看到了吧，这就是地球人。奥特战士也是外星人啊。你们明明一直在排斥外星人，可是却支持奥特战士，就因为他为了保护你们而打击怪兽和恶人。太棒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混沌啊。来吧，填饱肚子吧。是。土雷击啊！我来见证你们最后是如何挣扎的。嘿，嘿，乌拉！是吧？刚才好险啊！托利基亚，好好睡吧。吞噬飞弹！风马，我来了！疾风怒涛。一定会击败你的！行！下！骗你的！行！贤者之拳，粉碎一切！出手这么暴力，亏你是个贤者。打的就是你。还有几分钟，白洞就要消失了。不妙啊，一旦黑洞重新出现，那就完蛋了。我们的能量也用完了，他会逃到地底去的。闭嘴，他能行的，我们要相信优星，他没问题的。我也相信他，要加油啊。差不多该结束游戏了。据说奥特战士在地球上的时候会借用地球人的身体战斗，就算会受伤，他们也要证明他们能和地球人齐心协力的战斗。乌兰，他居然救了奥特战士。那是因为他知道到底是谁要帮助他。
住手！啊，你该不会是想说你和怪兽建立感情了吧？真是不错，好好尝尝无能为力和失败的感觉，再次坠入黑暗之中吧。下啊，来吧。等离子赛罗光灼开始连接，海家金属光线，收下吧！除掉妨碍你们的人，这就是你们最后的答案。我们上，太家，啊！是。看样子你已经吃饱了。那就好好睡吧。美丽花，这光好温暖。光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，是我们两个奥特战士的光之力量拯救了那只怪兽的心。不管你怎么否认，你都是奥特战士。我们的使命是守护光明。我父亲说的那位离开光之国的朋友就是你吧？如果你还想再一次守护光明的话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光明，也没有黑暗。我相信光明。泰塔斯，燃锤击！疯狂烈火斩！泰迦，暴冲击！没错，我就是
泰罗的儿子，泰迦奥特曼。四人小队，四人小队，光线！尤星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，是你和我，不，还有美丽花以及大家共同拯救了他。以后大家会一起生活下去吧。我是警卫，我是会计。职员这个词听起来真不错的。哎，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呢。哦、啊，各位，为新加入我们的同伴鼓掌。好，恭喜你们，真是太好了。班长，社长，难道他们两个就是新来的职员吗？是的。太好了，我有后辈了。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工作，真有意思，感觉以后有的吵了。不，我觉得他们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团队。我们真的得到政府的认可了吗？你不是骗我吧？哦，你就放心吧。这不就是你所期望的世界吗？也是啊。哦，对了，有个事儿，我这有个人才特别适合你们这里，希望你们能聘用他。哎，快进来吧。欢迎回来。既为年轻人，向着地球与外星人和平共存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，他们将会书写出一段传奇。先輩の戦う姿、ウルトラ輝いてますな。みんなも動画を見て、一緒に修行しましょう。トロック。